你怎么那么早？任真真，你知道你把我邀请上来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意味着什么吗？我是怕你在车里冷。苏儿这么骄傲的一个人，现在碰到这种事儿了，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而且还身体不好，需要长期服用抗排异的药物。对了，药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带着，他那个药不能端的。真真，调查苏儿走的是正规的法律程序，苏儿又不傻，他有什么需要是会跟工作人员提的。是我有点慌神了。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都没合眼，别苏儿的忙没帮上，再把自己的身体拖垮了，好吗？好。放心吧，我睡觉不打呼噜。我也不打，谢谢。你打。我不打。昨天晚上在车上，你打了。晚安。在河边，成群的大象聚集在。这是一头大象。狗去。象牙被砍去了。狗去。这头大象肯定是被偷的。嗯。你能不能把空调关了？长26厘米，好冷。宽8厘米，这头象51岁，是一头大型的成年大象，正值壮年。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公象，正值壮年，它应该和其他公象一起进行。任真真，它的死非常。我能把你这句话。理解成是一种邀请吗？我真的好冷。我比较担心当地爆发多起非法偷猎事件，你要保持警惕。当连续2次出现偷猎时，你就要进入高度戒备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。我们现在。你怎么那么早？